弟啊，你啊，叫我红哥有什么代志？红哥啊，阿你啊，哎呀，不愧阿你给你生个这缘投，你出外去，是不是救到人的性命嘞？是啊，救到伊滚珠妞妞的性命，真好。你阿爹倒当来直直讲，滚珠妞妞可能有介意，现出是贵妇亲属记功德。这么外久就要娶滚珠，你有欢喜无？阿娘，这阵的婚姻大事，我无答应。安怎讲你无答应？阿娘，滚珠妞妞，虽然我来解救伊，但可是比别人我都爱娶伊，我早就心上人咯。什么？你无经过我的同意，你有介意的人，究竟是什么人，让你这么真爱？伊住伫倒位，叫何名姓呢？伊就住伫咱家，帮弟兄。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呢，向我出来！阿娘，太乱来了，回头我来。阿娘，你开始要救命了！阿娘，你是前兵，你敢不知你出款的歹行？你有过阮红包，是要做什么？真可！阿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安怎？你无想过你什么身份？你讲红布两人，讲我亲属啊，是不是？伊介意你，怎么搞狗血东西？阿娘，我介意你凶啊！做小红布，有伊才有我红布。是不是？好啦，
我真正吃老啊，我真正无路用啊！我是要怀胎把你生出来，饲到这大汉，你唔听我的话，啊！你唔娶你，我甲问伊是旧你要娶严娶，我唔爱娶。袂叫个，听到无？回家去养狗啊！你想去偷回去，我烧你看！袂叫个来讲话啊你！去偷回去，这个讲。你若唔偷回去，咱全家话拢要死。这不管你看到吗？这是我拄只问你的原因，
不知你以后如何呢？所有大事我拢了解，弟兄，你去啦。看你如此潇洒，我也明白，厝内底一定是真落魄，才来交代细户的所在为奴为兵。既然你说你有道理，你是在我主前，我是在你主后。女人毕竟是动情女人，只要讲你需要，红帽子武将站在这，我也愿意来接受你。多谢公主娘娘，你的心转。多谢公主。以后拢是讲一句话，就无需要讲话，搁切客气了。啊，那安尼好，哎呦，听起来大家欢喜。啊，那安尼起来，叫出我你的心声，你。等下你要分寸，敢有听到？是。公主是大某，你是小姨。红宝，阿母讲的就是安尼，时间无啥，唔通误过。这洞房花正夜，赶紧去。好。弟兄，